继续哈。我们先把蛋粥做完好了。然后因为我这样讲的差不多了嘛。也不能看他装备耶。你熟悉我交易系统吗？只是重点是，重点是有将进入大家吧？有这样的介绍嘞？我们开始讲伙伴好了，因为我们自己的角色也讲完了。欸，其实伙伴有很多欸，要不然就是先讲伙伴啊，啊先讲宠物，来火前些，火前些。这就是火前蝎。蛮可爱的。那可以做什么？改名。哦，还可以隐藏。你看，我今天现在在前面。好啦，那宠物一样只能放一只出去吧，所以你们可以交替换了。但那宠物跟伙伴也是很多，还不错。